为主内的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8月20日，是圣巴底纳铎院长圣师纪念日。圣人在1090年出生于法国荒诞，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日日年入希督隐修院修道，不久后被选为格莱福隐修院院长，以身作则，革新隐修生活，领导会士修得成圣，成绩卓著。当时教会发生分裂，圣人便周游欧洲各地，以恢复教会之和平与统一。他生平对神学及灵修学著作甚多，1153年安逝。本台尼撒的经文是经书的第218页，读经是第75页。本台尼撒是为亡者 Babilio Jose Fernando 奉献。言明之事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些人道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如同星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曾在圣伯尔纳铎心中燃起对天国的爱火，使他在教会中发放光明。求你使我们藉他的代祷也具有同样热忱，善导光明之子的生活。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厄则克尔先知书。上主说：我要使我的名显圣，即在异民中被亵渎，即你们在他们中所亵渎的圣名。当我在你们身上，在他们眼前显为圣的时候，异民就要承认我是上主。我要把你们从异民中领出，从各地聚集你们，领你们回到你们的地域。那时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洁净你们，净化你们，脱离各种不洁和各种偶像。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我要将我的神赐于你们五内，使你们遵行我的规律，
恪守我的诫命，且日日实行。如此，你们要居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地方，你们要作我的百姓，我作你们的天主。上主的话。我要在你们身上洒清水，洗净你们的各种不洁。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阿利路亚。你们今天不要再那样心硬，但要听从上主的声音。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耶稣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他打发仆人去召被请的人来赴婚宴，但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吧。他们却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有的作自己的生意去了，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国王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焚毁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那人默然无语。国王遂对仆役说：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把他吊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上主的话。刚才听到那篇的福音，耶稣用这个国王和他儿子办婚宴这个比喻，提醒了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去到於所請的人，可以大概分做四類。婚宴是指已經預備了聖子的跟隨住他的道理，他的聖言能夠達到去天國的一條的道路。而怎樣跟呢？第一類的人很極端，不單止不去過婚宴，還將他的仆人凌辱到殺死。這些代表著有很多很多的人聽到了這些道理，基督的不單止不聽，但去來咒罵、反對、凌辱這個信仰。第二種人的就是聽了之後照樣去做他們的生意，照樣做他們的工作，覺得到這些信仰沒有用的，跟他們的生活無關。第三種的就是去到硬硬去出去邀請所有人的來到的，所以很多人聽到了之後啊挺好的，又不用錢就來了，但是沒有預備到，沒有預備到去來赴國王的婚宴，連禮服都沒有穿。這是第三類的，對於我們來說，尤其是即是指那些領了洗的，沒有名義來的，但是領了洗之後沒有去到預備到自己的心靈去來活出聖言，所以他的結果和其他那些的還不衰，因為那些的他說捆起他腳手將他掉到外面的黑暗，有哀號和切齒。所以我們一個挺大的警惕。而最後一種的，正如個比喻基督提醒著的，就是被召的，因為他普世的召喚，不要我們這麼開心著我們領了洗，但他是普世的召喚，選的是少，選的是在乎只要我每一個人有沒有去來聆聽跟隨著他的聖言來活出來，這才是被選，是少的。所以這個值得我們去反省一下，究竟我們自己是哪一類呢？在這個比喻裡面究竟是哪一類 的人呢？我很肯定的，我們不會是第一，肯定不會是第二，或者會是第三類，但希望我們不是，希望我們是真的去奮鬥去實踐出來的。但是我們也都知道我們是軟弱的，所以今天在第一篇的讀經裡面有一對的，還有在搭唱詠裡面都拿出了出來的有一段的，真的可以用它來做我們的日常的祈禱。他說我們可以懇求，懇求我們的主在我們的身上灑清水，潔淨我們，淨化我們，脫離各種不潔和各種的偶像。主賜給我們一顆新的心，在我們的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從我們的肉身裡面攞取了鐵石的心，給我們換上了一個血肉的心。主將你的神賜給了我們的五內，使到我們遵行你的規律。這些的我們是一份挺好的祈禱，今天我們一起去來懇求，懇求主給我們，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不是那麼容易，不是那麼容易成日都去來預備著一個婚宴的禮服，但是我們可以懇求，我們懇求主，好像現在你們來到彌撒，懇求主就是去來潔淨我們自己，潔淨我們的心靈，甚至不單止潔淨，還要主給我們一顆新的心，一個新的心，一個新的聖，一個新的神。今天我們巴爾納度的紀念日，聖巴爾納度他整個的家族很有名望，很有金錢，但是他由小開始已經又可以被選被召之餘，
去选，就是因为他在祈祷，因为一次的祈祷里面看得到有个圣婴，圣婴的诞生，耶稣的诞生能够在他的心里面有着这一份的精神，来好好地来追随。而最后他入了基督会来修道隐修，而不单止这样，他带着所有的亲戚兄弟姊妹和亲戚去到成三十多人，而抛开所有 的财物，当他留下了给他最小的一个亲戚的时候，他最小的那个弟弟就说一句的说话，真是给我们一个挺大的鼓励。他说你们这样分家产是不公平，他的意思是指你们个个选了去天国，但留下了在世的财物给我，这样分家产法不公平。你看看现在世界多少分地上的家产争到头崩额裂，有多少个真的肯要这样来分家产，想要分了一分，分了天国先。哇，真是这一种的心灵，就是洁净了的心灵。而且不要忘记得这个弟兄都最后尾都抛低了所有，去埋基督会来隐修。这些 不是一种的只是他自己的努力，而是真是天主的净化。还有伯尔纳多，他有着自己的才华，他写得多少的圣，写得多少的神学的书，写到他的讲道，甚至新任的教宗他都写信提醒着教宗怎样去来守教宗的灵修的生活。但是他自己无谦，无一种的骄傲，他甚至他这么用这么多的才华，刚刚相反，他当时的很多唯理主义的，就是着重住在知识上面的，他都一一去来驳斥起这些异端。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弥撒里面，他来模仿着圣巴尔纳多这份的纯洁的心。但这份我们没有的，但一定要恳求天主赐给我们一颗纯洁的心，一个新的心灵，一个新的神，去来呢好好地去追随，还有继续去来奋斗，来达到去永生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上主，圣巴尔纳铎曾以卓越的言行勇敢地维护你教会的秩序和和谐，求你悦纳我们今天为纪念他而呈献的共融与和平之祭，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你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恩赐教会今天欢庆圣纳尔伯铎的纪念，你藉着圣人的圣德生活鼓励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你藉着他的宣讲教诲我们，并因他令你喜悦的祈求时常保佑我们。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和各位圣人同声歌颂你，赞美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命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她的正配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途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地。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们所宣讲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天主的灯能和天主的智慧。
请大家祈祷。上主，愿我们所领受的天上神粮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使我们追随圣巴尔纳铎的方表，并遵循他的教诲，全心热爱你降生成人的圣子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尼撒礼圣。圣人罗格随役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